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全国多工厂联动直播活动的第一站。我是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刘元燕。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的总部大族激光全球生产中心。这里是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深圳五大生产基地之一的全球智能制造基地，这里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重庆路100号，建筑面积49.5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激光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另外的四个生产基地也都集中在深圳市宝安区，包括位于福海街道重庆路128号的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它的建筑面积呢有23万平方米，它也是我们智能装备集团运营总部，具备年产1000台以上的激光设备的生产能力。还有我们的切管以及平面切割生产基地，这个生产基地呢主要是负责切管产品以及部分平面切割机型的生产任务。工厂占地面积约有8000平方米，为了给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在华东、中西南以及华北都设立了生产基地。目前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深圳总部的情况。另外，智能装备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大族超能也在深圳、济南设立两大生产基地。大族超能主要生产 MPS 系列激光切割机以及精密切割设备。以上是深圳五大生产基地的基本情况，我相信大家对大族激光也有所了解。大族激光创立于1996年，并于2004年在深交所上市。公司发展的这20多年中，秉承领先、快速、服务分享的理念，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加强智能制造可持续发展。那么在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大族激光的一个发展历程。自创立到现在，大族激光现在有员工18000多名，研发团队6500多名。自上市以来，保持年均30%的复合增长率。我们的客户很多是中国500强，甚至是世界500强。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是大族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是全球具综合性、专业性、先进性的智能制造服务商。请看 VCR。平面激光切割。三维激光切割、激光切管、大幅面积卷量定制切割、激光钣金自动化生产线、折弯及其自动化成型解决方案、从 VCR 中，大家也大概能够了解到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的产品系列。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我们在全国设立4大运营总部及7大销售片区，业务覆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以及服务。近年来，在大族集团的战略指导下，智能装备集团先后在全国设立了多个生产基地，形成了我们多工厂模式，进一步贴近市场，深化客户服务。现在这里是直播的第一站，后面我们会带领大家解锁全国其他生产基地，让大家对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更深的了解与认识。众所周知，大族激光是全国最早生产研发激光切割机的厂家之一。2009年，我们生产出来了第一台激光切割机，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创新，引进国内外精英人才，拥有一支高精尖的研发队伍，成就多项核心技术和丰富的应用经验，为国内知名企业如中集、宇通客车、大明国际等提供全套解决方案，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与赞赏。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硬实力，国内发明专利达到了6000余项，国外发明专利上100余项。我们的激光切割机呢，也获评了中国好设计奖、工信部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产品质量十佳、自主创新十佳等诸多奖项。那我们前面也提过，
大族激光是2004年上市的，至今20多个年头，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首先呢，大族激光是国家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建设单位，激光行业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主持单位。另外呢，也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信誉品牌奖、全国质量标杆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好的，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整体情况以及深圳生产基地介绍到这里，剩下的时间交给主持人。